像丸子一样。刚刚捞鱼，顺便抓了几个虫子，喂给这家伙吃了。杜鹃呢？杜鹃呢？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哎呦，你看这个憨皮。好吃吧？哎，这个活的，这都淹死了。哎，好吃啊！开始长胡子了。嗯，这个大鱼，蜻蜓。哎，噎到了，噎到了，小蚱蜢归你了。现在蚱蜢已经出来了，嗯，顺手就抓了两个，有时间再去抓，好吃不？嗯，这个歪嘴巴挺能吃。又饿了，他不喜欢，他不喜欢自带脚的，有脚他不吃了。塞进去就可以了。这嘴巴好搞笑，这嘴巴一点都不像松鸭，一点都不像鸭哥。你长得还好，现在。要不要？不要了。哎，给你们了。吞了，吞了，掉了干啥嘞？嗯，一口吞掉了，这玩意很能吃。开始长胡子了，嗯，下巴这里，这种鸟就是很搞笑，它这两边有一撮黑毛，两撮黑毛，像胡子一样。尾巴折了，那保温箱你也能把尾巴搞折了，太能折腾了，真的。哎，眼睛还挺好看，看到没有？